嘿、hey, 大家好，我是信好，嘿、hey, 大家好，我陈浩。那今天这一部影片，我们看到这个片头 highlight， 就大概知道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准确啊，非常巧妙，非常精致的夸克教学。那我们夸克呢，哦，大家都是又爱又恨，恨的是夸克当自己队友的时候超烂，爱的时候是有的夸克你怎么抓他就怎么中啊。哦，来看一下我看到莫拉的位置，我以为啊他已经 get 到我的这个痛点，他已经知道我要干嘛，那我就在这里呢，奇尔恶魔在身边啊，你都不知道，我稍微走位一下还是抓到奇尔，可恶。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的队友呢蓝呢是过来协助了，那下路是一下对方的法案呢冲了出来，对方奇尔已经被打到残破不堪了，可是这时候我们一下没有来帮忙，那我对方的中路马加也准备要过来了，这边还是意思一下，哦，抓了一下凡恩，那尽量牵制一下对方，交了一个闪现，我就先掰补了，剩下的事就交给队友去了。那这一波蛮可惜的，蛮可惜的。如果队友大家一起上，说不定还是蛮有机会的。好，那刚刚呢骚扰完七尔之后，我知道他的红 buff 应该是已经吃掉了。好，那我们这一波龙已经出现了，我们看一下中路能不能抓着马加三指操作，等待一下，抓过来，赶快赶快，行不行啊小兄弟们，行不行？ OK， 没问题，我们行不行？一定没问题。好，那这一波呢算是这个居然看到我们的蓝朵自己在一个人吃魔龙，也是屌不起的啊。好，我们这边三指操作看到奇尔先抓一下，我知道奇尔不会打我了，他不会把刀浪费在我身上。那这边有一个凡恩，很可惜没有赚到助攻。好，我们这边看一下哦，现在我们这边怎么样？是四个人，蓝朵从上面包脚，我过来一直引诱他们，打我啊，笨蛋，打我啊！叫你打我，你还不打我？世界上有这么好的要求，你就是不打我。好，那对方其实也没丢大刀在我身上。来哦，这边的话来看一下，我们准确出攻哦，准确出攻，准备要出了吗？要出了吗？要出？好，没出。好，没关系，这个假动作一下啊，假动作一下。那当然等一下有一些比较重点的会战我会用慢动作去讲解。那我觉得抓夸克呢，夸克要玩的我觉得有两个诀窍，要怎么样抓的比较准。第一个诀窍呢，尽量是斜上方，比如说你左上方的位置或是右上方的位置，这两个位置会是夸克比较好出钩的一个地方，这真的是经过这个统计的。从那个大概在袁世凯当总统那时候就已经在对夸克进行这一系列的统计啊，这个非洲的阿布拉克奇格莫科学家呢他也去研究。好，那这一波你可以看呢，我们队友大部分在这里，莫拉也在这边，那我三指操作走过来之后抓了对方小青蛙，这时候莫拉呢还有伊夏也在我附近，不是伊夏是蓝，那我直接果断一个大闪过去，那突然的莫拉就不见了啊，不见了啊！我突然一个人在这里承受所有伤害，我的妈，被霸凌啊！这不是网络霸凌的，是游戏霸凌的。五个人啊，五个人围殴我一只夸克啊，有必要吗，兄弟？有这个必要吗？好了，那上路的话，我们队友的死了两只。这边的话，看到中路感觉需要帮忙，你就往下路这个中路这边往这边靠一下。那用三指操作看一下，抓了一个对方的。这个你要去哪？马加来一下。那我看到小青蛙在附近呢，小青蛙在附近，我们就不要再往前了，就卡在这个草丛，卡视野就好。不小心野外露出了一下，这边再给他抓过来，抓了一只小兵，直接失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好，那我准备要讲第二个夸克的要勾得准的点。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这个技能指示器，对吧？就是呢，比如说我这样勾伸出去，你谁啊？你谁？我明明要抓这个奇尔的，我抓到一个凡恩啊！我的妈呀，你凡恩直接死在这里啊！死掉 ，OK， 没问题。这边应该抓回来，对方凡啊不见了，有人不见了 ，Oh my gosh， 没关系，抓掉一个奇尔，那个凡恩很可惜没杀到，好吧？紧接着讲第二个夸克，
我觉得看个人，如果你喜欢用那个指示，就是那个使用技能之后，那个技能画面跟着移动就可以用，因为我觉得那个用起来有点头有点晕啊，就有点不太习惯，所以我个人还是习惯用三指操作，用左手食指去滑小地图，然后看一下位置，然后再准备出钩的位置。我个人觉得这样我自己比较习惯，也比较准，所以呢，这个就供大家参考。那再来就是第三个重点，这个就是预判。但是呢，我们这个预判呢，你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呢，叫做对方定点施法时的预判。哦，对方如果是那种站桩法师或是使用技能的时候，一定会站在原地的那一种，那这个就比较好预判。另外一个呢，就是行走中的预判。那行走中分成对方要不要拐角，拐不拐直角，直线还是反向移动。这个呢，其实必须从你先抓他几次之后，感受一下这个机子他的爪力啊如何。那他的爪力是开到几档？那他平常这个人呢，在躲你钩子的时候，他会不会突然走位晃一下？有些人就是直直来哦，你想太多反而抓不到。你以为他会拐，他就很笨，他其实就没有拐，他本来就可以给你抓的。那再来呢，他如果会拐的话，你前面几次啊，哦，看到他会拐的时候，你就差不多要懂得啊，懂得他会拐，那你就准备要抓的时候，往另一边再拐一下。好，这就是我觉得夸克抓得准的三个大重点。好，那回来这一场，哎，这个青蛙你隐形是吧？啊，他快死了。这边我们先稍微拉回一下，因为我们队友都没有跟上。这一场呢，我可以就是有一些东西 slow motion 的时候你可以看。有时候我明明就抓到了，那队友都不跟上，他不，我前面都这么准嘞，我基本上啊，我有一次在遇到一个夸克，我他妈玩一个法师，忘了玩什么，反正就是每次跟他出钩，我都想说既期待又害怕受伤，你知道吗？都觉得说啊，好想要抓一个来爽爽。结果每次他回来什么都没有，连大都没吸到人，我就觉得很扯。那这样的夸克，我就对他没信心，我就不想跟他了。但是呢，你看了我在这场比赛这么准啊。那队友都不跟上我，真的是搞什么？这边的话其实抓得到，只是他的距离我太远。然后这边一个大闪，直接吸上来，结果队友干啥哩？我的妈呀，干啥哩？队友都退光光了。那这边没关系，青蛙再回来，你可以看哦，这个人啊，一个在疯狂在这里扛住我伤害，扛了七二，扛特尔纳斯啊。那这时候呢，队友呢，在这个中路，他慢慢的往上靠，好像是潮汐一样，慢慢的游上来。好了，那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本场比赛最经典示范，奇尔抖动了一下，这边这个路只有一个直线，所以你直线抓就好，不用判断会不会拐弯。好来，下一个抓，我们要判断的是这个青蛙的位置。好，结果呢，看一个凡恩，这个凡恩呢一往上走之后，我就看到就是那个点，这是预判他走位。你有看到他基本上已经快离开我的钩了，但是还是被我抓回来。那么来看一下第三个这个出货的。这个特纳斯有没有看到他贴着墙走，傻逼哦，刚好又被我抓到，我就是赌他会贴着墙走，那所以在墙那边先做一个预判，就抓到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出货的是这个青蛙，那这个青蛙呢，你可以看他在塔跟塔中间，那这边的话他被撞了一下，这个位置是直线抓就没问题的哦，直线抓没问题，所以呢就是以上这四个连续出货的重点，如果大家呢没有看清楚的话，就你再回放一次。那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就有点调皮坏坏了。我这边没队友，那最后我也是葬身在这里啊，因为我这个乱抓那个，对，调皮了一下。好，那如果呢讲到这边，大家都觉得我的影片呢还算仔细的话，好不好？那你可以考虑给我一个喜欢，给我300个赞，以资鼓励。来这边的话呢，我呢，哎呀，跟这个莫拉有不一样的默契啊。他在刷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小青蛙抓过来，就这边呢缴了一个不知所以来的闪现。居然什么闪都没有抓到，哎呀，我本来想抓这个马加的，那这一波其实我个人打的不太好，哦，这一小波会战我个人打不太好，就特纳斯居然从旁边经过，他可能想要抓这个血量更少的队友吧。好，来看一下现在平衡一下，看估量一下队友的血量，有两个人血量都还算健康，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先等着马加大招结束，有没有？他站在那边施法了，他施法，他停在那边，如果抓到他。这边大招开起来，我一个人扛着特纳斯的伤害，却没有队友跟上来。那你可以看啊，这一波就有点可惜了，然后队友没发现我在扛伤害。好了，来看一下下一波，这个躲在草丛里，你想干嘛？小青蛙是不是？20变色狼啊，那又怎么样？来这边的话呢，看到这马加第一次出货，来他使用技能对不对？所以呢，我是等他使用技能那一瞬间抓他。那再来呢，第二波呢，他交了一个闪现过墙。
没关系，这边的话他又想使用技能，我再抓一次。哦，这边抬不出货，你还不出来是不是？我要跟你讲，我打电话给你们台主了啊！我30块出货，直接二技能，但很可惜先被一下给抓到。那当然了，看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已经准备要跪在手机前面？先别啊！但是呢当然了，还是有比我更强的夸克，更准的夸克啦。那这个我们也不说自己有多强，但是呢实力应该还算是不一般呐，非同小可应该吧？我觉得我的准度还算蛮有自信的啊。那么来看看这一波会战哦。这波会战其实我没有太多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好的时机点开战，但是有碍于兵线实在太少，不是太少，就是队友的状态不好，然后再来就是一开始前面那个兵线没有进去，那就导致这一波节节败退，有点可惜。好，看一下这一波，这一波的话呢，对方基本上都已经躲在我们的草丛附近，这个二技能是空掉了啊，人有失足啊，马有乱蹄。不过没关系，我这边的话呢，为什么要卡住这个青蛙？因为我要阻止青蛙去找特纳斯。那我们这边再把特纳斯抓过来，大刀直接开起来，队友呢也紧接着跟上。那这奇尔呢是直接被困在这里，掰不。这反而很可惜，没抓到这个预判就没预判好。好，那这边的话，我是把对方一直引诱到我们塔来说，哎、欸，来来来，立来立来立来啊，这边有好东西，立来好货啊，好货啊，可以给你赏一赏。那对方就一步一步的掉入我的陷阱里啊。好了，那这时候队友呢居然开始抱怨，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啊，没关系，因为呢怎么样，我们这一波啊已经打的是相当不错了，已经淋漓尽致了，好不好？哦，不要再多余的这个抱怨了，这一波基本上呢对方直接 ace。好了啊，对方只有一个马加复活了，我知道马加会过来，我准备要丢一个大招，他如果靠过来，我就因为他丢大招，我先大招大闪，直接吸好吸满，控制他，让队友呢去拆塔。好了，以上呢就是我这个夸克精辟的一个解说，希望影片就订阅。